大家晚安，我是吴界。那今天呢，要继续来玩这个 Agent A 特务 A。我们今天要来过第三章了，露比的陷阱。这边就是完全全新的场景了。先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哎，这倒是不在计划之中。这是什么？又是极其电流棒了。我们要让三角形到这边，然后让圆圈到这里，然后这个正方形要到这边，对吧？所以先这样子。你不能再过去一点点吗？一点点也不行。那你能过来一点吗？也不行。这么硬。就过去一点点就好嘛。那往下呢也不行。那你要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先想办法让三角过去嘛。你稍微移过来一下嘛。不对啊，这样子路一定是会被卡住的啊。或者是这个相撞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也过不去，一定要这样子。好。怎么这么难？先让圆形出来，然后这个就可以进来。原来如此。这样就过了。所以换个角度想就好了。好，再把这个移过去。有了，然后再来又是下一组密码，对不对？不知道这手提箱里装了什么，最好不要弄脏我的衣服。你在意的是这一点了。看起来是要爆炸的东西耶。Very good, Agent A. Very goo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Let's play a little game.To show the world just how brilliant you truly are. 露比真变态啊。I've attached a bomb to the world's most famous bridge. This kill switch is the only way to disarm the bomb. Wow. It's all up to you now, Agent A. Wow. If you really are the best, it should be a piece of cake. 他为什么不直接炸我，是要去炸别人呢？真的是，我就说他其实是很喜欢特务 A 的吧。Ruby， 这里有什么呢？这是点字吗？一个七，奇怪的图案。好，我记下来了。然后这个是什么？隐藏的秘密物品，那个看起来很重要。这个什么东西启动了？你不怕你随便乱按，然后炸弹就爆了吗？这个呢？发光物质。糟糕！那放得进去吗？动力电池，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在这里的。挤满四颗按钮就可以启动炸弹吗？好，原来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又是什么？
哈，哇，他这好难，这好难，应该要让它对准，对不对？然后这边一根短的，然后这边再一根长的，然后这边再一根短的，这样子吧。哦，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短的才对，是不是这样子？哦，这个是长的，然后这边短的，好了，有了。OK。哦，然后呢？怎么那么多机关啊？卡住的风扇。掉下来这是什么？隐藏的控制板。我该不会……哦，都要捡起来哦。太多了吧？这边还有哎。好，我们又拿到一个发光物。哎，等一下哦，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记号。哈，不晓得会用在哪里。那这一面呢？哦，发光物体就是放在这里的，对吧？把它放进去。刚才还有一个嘛，这个。所以还有一二三四，还有四片。露比到底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要花钱做这一台机器来跟大家玩游戏呢？按了就弹回来，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用在这里吗？用不了，用不了。好。哦，原来它是有个顺序的。好，那就来猜啦。反正我是运气流的嘛，完全不管前面有什么提示。好，三 ，OK， 四，一，三、四，嘿嘿嘿，我这样做对吗？就是完全不理会提示，可以啦。就像我以前数学都考不及格，可是，等一下，我怎么重复做这个？我刚按错了。好，这样可以了。终于我的脑袋都痛起来了，太好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这个可以用在哪？一，这个东西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十个，十个里面，然后有一个会发光的。不止一个会发光。真是神奇。那这个呢？这是干嘛的？哦，好，我知道，这就是看刚才旁边那个，对吧？这个图形吗？好。这样不对吗？不是这样子吗？奇怪了，看起来是对的啊。钥匙放在这种地方还真奇怪，那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放呢？不行。那这个东西可以破坏它吗？用不了。那上面那个钥匙应该就是开这个锁的吧？完全封死。
奇怪了，旁边这个我应该没有输入错啊。如果按照它旁边这个东西来看的话呀，跟那些奇怪的符号一样。哦，可能有三组密码，我猜，然后我只发现了其中一组。所以这个七应该跟那个也是没有关系吧，因为看起来符号不同，所以线索应该在别的地方，是不是？好，我再看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哦，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在这里的。好，十个，然后十个，我可能要拼出刚才那个七的号的数字，对吧？我再仔细看一下哦。一二三四五，然后一二三四五，好 ，OK。有两个颜色不一样的。这个应该就是放在中间这里。哎，不是不是，这里。哎，不是，为什么都对不准？哎 ，why？ 好，有了。那没有吗？看起来对了，但什么都没发生啊。所以看起来对了，没有错。这边，为何有老鼠？我要把你取名叫崔佛，好像没人在家。这个老鼠该不会也是机关之一吧？这一面墙看起来不太寻常哦，真的吗？隐藏的控制板，这里看起来有像有个钮，也不能按，要怎么打开呢？原来这个铅笔是可以拿的，那铅笔拿了之后可以干嘛呢？有了监视器，这里有第二组密码。好，这边也 OK 了，再来我们就只剩下这一边的，应该还有一组密码。藏在某个地方。哦，藏在这里。好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好。I wouldn't do that if I were you. 为什么 ？Or maybe I would. 到底是想怎样？哦哦哦哦哦哦！发生什么事了？真可怕！好，
把这钥匙拿起来，然后再把它推上去。哦，哦，哈，算了，我先拿钥匙开这个。好，又拿到一个碎片了。好，还有一半。那我们再把这个拉杆给拉下来，继续看一下。好的，刚才那个地方变成这个样子了。哦哦，好的，这个是可以按的吗？哦，多么美丽的灯光！现在不是看这个的时候好吗？那这个呢，又有一串密码，然后三道锁。嗯，那密码会是什么呢？9527。哦，原来有三个，原来是五位数。好吧，那左边这边呢？这个机器长得真奇怪，这个看了我就头痛了。这东西有开吗？好像坏了。啊，不知道这个插槽是做什么用的？拿铅笔插一下。不行，那它的下面这个是，这里肯定有什么有用的东西，那你为什么不打开呢？打不开，碰不到那个小洞，那就是铅笔了，对吧？好 ，OK， 啊。这个是什么？凿子。真讨厌，没有我最喜欢的晚音色，有粉红色，有粉红色，所以把黄色变成粉红色，就叫 R1、R2、R3、R4 哦。来，你就按照 R1、R2、R3、R4 的颜色来调一下，说不定就过了。好，没有。好，这个颜色哪边有颜色的提示啊？这里又有一个洞，哎呦，看起来像钥匙，但你拿不到，之后会派上用场，所以不是现在就是。那这个呢，也用不了。那铅笔可以拿回来吗？拿不回来。再来就是这个地板，好像也是，对，这里有个小孔，需要传统钥匙的时候偏偏找不到。这个钥匙应该就是刚才那个洞的钥匙吧。好，目前能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几样，但是呢，嗯，我不知道线索在哪。目前好像可以做的就只有按这一组密码。哦，我好像看到这边有什么东西哦。这边右下角，这里，这里，这里。哦，天哪，我就是数学都考不及格的那种人啊。这里有个按钮，这应该会有用。哦。真是意外。25哦，所以剩下，不对，不是这样子用的。
1,2,3,4,5,6,7,8,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55,156,157,158,159,160,161
所以我说，玩解谜游戏一定要找一个数学很厉害的人当伙伴嘛，像我这样就不行了。总之呢，我先把这一片给放回去。荧幕故障了，荧幕故障就出现了那四个颜色，红、浅蓝，然后绿蓝。OK，那四个颜色应该就是对应这个吧？红、浅蓝、绿，然后深蓝。耶，画面上有隐藏颜色，老招是这样子吗？这样算老招吗？我要叫你咔嗒咔嗒机器，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想取名字吗？糟糕，我又看不懂这想干什么。我这样有什么意义吗？我这样可以把它们全部卡住。下面这些按钮把上面那几排锁住了，我是要想办法让他们都顺着同一个方向，对不对？哇，哇，哇，这是大工程哎！天哪，我要怎么用啊？要让我想到龙族拼图的那个霓虹灯，我现在头都痛了。好，那我来慢慢用一下哦，过程可能就快转了，这太麻烦了。有了，其实应该蛮简单的，但是我刚搞砸了，就反正绕了一圈了。咔嗒咔嗒是密码，必须破解。好好好，我不能把它撕下来哦。3112431124。咦，答对了，还好他没有要我解数学题哦。怎么只开了一道锁？再把它用回来这边，这铅笔不能拔回来吗？拔起来需要钥匙啊。好的，我现在完全没有头绪，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进行哦？因为看起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钥匙嘛，但是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然后这个面板呢，它现在完全按了都没有作用。它这边桌上虽然有几个按键，但是完全不能按。再来就是这边应该还有第二组跟第三组的密码，但是完全不晓得。会在哪里哦？就是线索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呢，现在有点卡关哦。这个东西不能按，然后这边找不到密码，那钥匙拿不到。坏！老鼠人真好。为什么他突然就
帮我捡钥匙了，是因为你真的有帮他取名字的关系吗？我可能无意间触发了什么条件，好友崔佛弄到的钥匙，又是这个，哎呀，头都痛了。哇，好了，你终于有用了。这什么？终于可以按这个了吗？哎呀！好的，那我懂了，真是麻烦。他的七是颠倒过来的，所以呢，我这边也应该要反着用，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的。怎么突然没有效果了？我要再转一次吗？好累的机关哦，有了吧，成功了 ，OK。还好这部分我理解力还不错。动力电池，这边可以把电池再放一个回来。还有两个，好的，那现在唯一能处理的东西就只剩这组密码了。露比正在监视我，这下子很难逃走了。监视器这里有另外一组密码，好，11787。好了，再一组密码，再一组密码，再一组密码会藏在哪里呢？应该就写在某处哦。原来这里有一个隐藏按钮，哇，是雷射。我想猫咪肯定会追着雷射跑。这边要对准哪里呢？好吧，这个雷射我也不知道要它有什么功用。跳，目前知道说我们跳回来，跳回来之后雷射还是会在这边。哪时候多了这个东西就可以用吗？可以。哇，原来还是要回来这个画面哦。松脱的砖块，砖块可以干嘛？先把这个东西放回来。好了，在黑暗中发光。那我们剩下最后一块，这东西是不是凸起来了？
我听到有东西在动，所以用这个把它压着吗？哎呀，真的，哎，这砖块有那么大块吗？刚才有掉那么大块吗？该不会是刚才这个隐藏的？不是，不是，不是你。哎，真的哎！哇，那这边哦，又有雷射了，对不对？所以应该还有一个雷射才对。照理说，刚才这边还有一个圆圈嘛，所以应该还有一个雷射，我猜啦。那雷射可以干嘛？我也不晓得，现在完全不知道它的作用啊。哦，有了，最后一组密码在这里，先拍一下。有一个动力电池。哦哦，这是什么？哦，这个应该又是雷射的开关，对吧？好，这个先不理它。哎，等下电池我还没拿。哎，拿不起来吗？所以我要按这个。嗯，我猜这个可能跟雷射是有关系的哦。那先不管它，我先来解这组密码。糟糕啦，这个数字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啊！这个也是啊，它是问号问号哎。啊，想到就头痛啊。那个问号是多少啊？或许这些数字有某种规则，有规则吗？二三四，五七九，哦，原来是有那个排列组合的，八十一，那这样的话，这应该是十四吧？如果是排列组合的话。九十四，所以是八九一四四，来试看看哦。八九一四四，对了，啊，还好，我以前数学会考二十几分，那二十几分就是用排列组合拿到的。除了排列组合以外，我根本就不会算数学。太好了，我喜欢这些动力电池，我应该已经及格了，可惜他要你考的是100分啊。好了，再来就是这个东西了，对吧？剩这个东西跟雷射之谜。雷射之谜？咦？这个东西是不是跟雷射很像啊？咦？所以我的雷射要照这个方向来转咯。哦，我的天哪，好累哦。好，刚好三个雷射嘛，然后三个不一样的符号，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吧。这个雷射是从这边的嘛，所以它是这个三角形符号的雷射，三角形的是最下面这个，最下面这个，好，他们刚好在圆圈跟线的位置刚好在对角。OK， 哎，哦，那么刚好，好，哈哈哈哈。好，那下一个，这个方向错了。
有了！哦，要爆炸了，要爆炸了！哦，好可怕、哦！好，所以我这样已经可以拿电池了。OK， 哇、哦，终于成功了！第三章好难哦。那线索都在一些非常细微的地方哦。这特务 A 又在中二病了。好了，深呼吸，姑且试试看吧。桥就爆了。还真的。Now that's the real definition of a kill switch. You didn't think I would actually let you save them, did you? 好坏哦。Now the world will see just how incompetent you and MIA really are. Au revoir, Agent A. 哦哦。所以我走到被 ending 了吗？哦哦。启动毁灭开关，完蛋啦！那天哪，还有啊！我只能按而已，其他东西我都不能做了。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的，露比。虽然我觉得我自己都快死了。什么？You were disappointing in the end, Agent A. 哦，好，进到第四章了。哇，第三章真的好难哦！刚刚真是好险，希望崔佛没事，你还在担心老鼠。好了，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哦，我也累了，我要去买一杯全糖的真奶，来补充一下糖分哦，用脑过度了。好了，那今天就玩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